的就尽管来。得想其他战术，不然只有挨打。快想啊，这么硬的铁锤挡着，要怎么进攻？我们一起发动进攻，诱引他反击，然后我负责封锁，你们负责攻击。结束吧，金刚锉！金石波！好机会！什么？星球离子波发射！快攻击！想得美！什么？被他躲开了！天蝎战舰王！再见了！火龙王说：“立刻撤回基地，不得有误。”什么？我就差最后了！呀，成功！怎么回事？吴战威！干嘛拉我回来？见不得我立功吗？你又给我先跑，不想活了吗？我要向老板报告，发现鲁修迪的事，这可是头等大事。你又回来抢功？那老板怎么说？我看两位也别急着出击了，现在策略改变，不急着抓人，因为好戏马上登场。小龙，用力！好样的，小龙，就这样。再来。哎。一姐，你的动作太僵了，球儿你的右脚向前一步。再来一次。好。用力，漂亮，就这样。铁熊，来，我们来练一下。好，来，怎么样？哇，厉害啊，棒啊！没事吧？铁熊，就这样，妥妥的了，大家休息一下吧。好，好，走。喂。那地球人跑哪儿去了？怎么老不见人呢？啊？去改造装备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惹他。老板说了，超级地球人之外，还有一种可怕的地球人，叫饥饿地球人。饥饿？那是什么玩意儿？我只知道，超级的是我们的敌人，饥饿的也是我们的敌人。但老板说，完成计划缺一不可。那跟姓金的有什么关系？难道？老板以为那家伙会是极恶地球人的料？你还真别说，老板那家伙什么都是计划好的，他一直留着这人一定有他的用处，只不过他都没跟我们说而已。那家伙迟早有一天把我们给卖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去多抓点地球人当存货，到时候有本钱跟他翻脸。来自火星的不明传送马上抵达，预计60秒落地。他送什么东西来啊？说是之前那个祭司。祭司？就是那时候跟鲁修迪一起来的家伙吗？老板真是深不可测，连我都不知道他还留着这家伙，看来老板要自己动手了，等着瞧吧。老金，如果你有计划我听你，趁那家伙还困在黑洞的时候，我发现跟在那家伙旁边做生意实在七上八下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啊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也许他手里还有什么王牌，我们要跟他翻脸，就要把那张王牌也一起夺过来，看看再翻脸。就是那家伙。三位领导，你们好，奴才来了。你来？你来干嘛？这有你什么事吗？奴才是奉火奴王的命令来和鲁修迪谈谈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
现在鲁修迪的身份已经曝光了，我看星巴克很快会有大动作。那天鲁修迪能量变强，立刻引来星巴克的出现，我看根本就是鲁修迪引来的。那你觉得他的能量为什么会变强？鲁大师不是说过吗？他的精神能量提升了。对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会发金光。等我给你镀金身的时候吧。哼，你这个家伙，先别。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信号，信号强度非常强，是一般人的60倍。60倍？对，而且待在那里，生怕我们发现不了他似的。那有外星辐射信号吗？我刚要说，他身上有非常多的外星辐射信号。会不会是那大祭司？我看就是，60倍，一定是超级精神体能量。鲁小迪，你要找的人好像出现了。是，你终于出现了。你等一下，他出现了，他终于跟我见面了，太好了。慢着，你才被星巴克发现，大祭司就出现，这会不会是陷阱啊？是啊，我们陪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大祭司的个性古怪，你要去的话，他肯定不会出现的。如果真的是陷阱的话，万一像上次一样再被抓走怎么办？对啊，还是我们陪你去吧。不行，这个险我必须得冒。几千年来，我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。这样，你们等我消息，我回来再给你解释原因。去就去，为什么特地来跟我们说？你说什么？没，我觉得这件事要赶快让局长知道。那个大祭司还约鲁修迪见面，鲁修迪坚持一个人去见他，我们担心这是个陷阱。什么？有这种事？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现在才说？信号还在吗？信号强度变得更大了，估计鲁修迪他已经到了。既然那祭司的个性如此古怪，我们就原地待命，随时准备出发。是。星巴克假扮的吧？故意把鲁修迪引过来啊？小龙有什么心事吗？年轻人是瞒不住秘密的，小龙对这件事情有其他的想法。好像还真是这样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我的陛下，能够再次见到您，真是上天赐予我的荣幸啊！哼，你真的想见我吗？当然。暂停日那天，你去了哪里？你答应帮我统治全世界，但是最后却是，我整个三星王国被毁灭。我一直不相信你会背叛我。恐怕那天早已达成你出卖我的约定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，我亲爱的陛下？我承认，那天我发现他们的阴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，我来不及告诉您，我也只有躲进一个地洞里，才得以保全自己，苟活了下来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当然，我的陛下，我不敢骗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怎么可能活到今天啊？我在地球上经历了很多，不过我终于完成了超级地球人的修炼，拥有了强大的精神能量。就像我们所知道的，精神能量控制着身体的一切。我现在的身体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，永世不灭。是吗？当然，我的陛下，我不敢欺骗您。你真的一直生活在地球上？是的。我想问一下，陛下，您能以精神体回到地球，是不是也说明你也练成了超级地球人？当然。他们没跟你说过吗？他们？我在地球的时候不和他们来往。其实我在火星做工的时候
就已经完成了超级地球人的修炼，拥有超级的能量，并且想方设法逃回了地球。那真是太好了呀！陛下，如果咱们两个合体，那超级能量是不是会加倍啊？到时候说不定就可以消灭他们。正合我意，赶紧把你的能量密码贴给我，快快快来！我的陛下，我想你一定是高兴得昏头了。怎么了？您的本体已经在外星消亡了，现在有形的是我，应该把您的能量密码贴给我才有用啊。对，我昏头了，来，哦耶，记住，只能复制，剪，呀，你剪切了。他们这野蛮人是哪？我昏头了，来，耶，记住，只能复制，剪切了。当然要剪切了，你个老混蛋，超级地球人只有一个，让你活着有什么用呢？三位领导你们好啊，我决定把今年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奖颁给你们了，演得真好啊。笑死我了，一个知道真相假装不知道，一个不知道真相假装知道。别说，最佳导演奖得主还没到，等他来再一起颁奖，而且要让导演来说明剧情哦。我们也只能等了。又出现新 bug 的信号了。有鲁修迪吗？嗯。我终于等到他的出现了。空间战机队立刻出发，开门，把鲁修迪给我带回来，其他的给我 delete 掉， go， 是。披靡，森战位，深藏不露，木战位，消散了！你这家伙，把密码交出来！亏鲁修迪这么信赖你，你一再骗他，你是人吗？哈！少废话，快动手！那又怎样？人！看来你们没戏了。我们的好戏才要登场，兄弟们，把这些爱死的家伙全部消灭掉！有本事你就来试试，上！啊！冲！你不应该得罪辛巴的，
地球逃不出他们的控制。不是超级地球人，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超级地球人。那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，我得到你的能量密码，我就可以升级了。你为什么要出卖我们自己的族人？出卖我！虽然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错，但是我还是承认挺对不起你的。贪心是人类的本性，当我知道我因为贪心做不成超级地球人的时候，我就决定将我的生命延续。长命万岁！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你的贪心。投降吧！你做梦！经过强制传送，斯贝斯装备不太对劲啊！鲁修迪那边怎么办啊？现在还能怎么办呢？这是最爽的一次，上！我们要相信自己。出逃造反就要付出代价，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我答应火奴王，帮他建造传送的灰暗虫洞，以换取永生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。虫洞建设好的第一批传送的地球人居然是自己，这真是太对不起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你的贪心，我的野心，让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超级地球人。他们利用了你的贪心，玩弄了我的野心，彻底毁灭了三星国。我本来以为我可以留在地球上，可是……这就是你永生的复制体啊？真的一模一样。你已经有接近超级地球人的能量，所以我没加料。加料？什么加料？什么意思？哼哼，这可是太阳系的商业机密，等加料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你和他都得跟我离开地球。哎，什么？你不是答应我让我留在地球，让我永生吗？我答应你那是以前的事，现在我反悔了又怎么样？在你寿命结束前，给我好好建设火星。至于他，我会留着，当作我实现让你永生的诺言。你，他们把我和我的本体都带到了火星，我的本体因为劳累过度而灭亡了，
这几千年来，我就以奴才的身份苟延残喘地在虎奴王身边，没想到这次回地球居然成为抓你的工具，这真是悲惨的安排呀。他们早就算好了，之所以没给你加料，是因为时机还不到。总算要见面了。干得真不错。大老板来了。就随着我踏上通往星河的梦之翼，不管明天有多少个挫折，胜利的光芒会永远照耀着。浩瀚无尽的宇宙，该去哪闪了，我们用心做梦想的守护神。Ready for ever， 窗外忽然下起着美丽的流星，向着成长的烦恼和星球大战的结局，梦想是否能成真？但是妈妈告诉我，没有不可能。她说你有梦想就要勇敢的去坚持，哪怕困局就在。